早前胡歌留学前现身苏州某酒店排演话剧，照片中的胡歌头戴黑帽架黑超，穿黑皮衣，气场强大，帅气逼人，大长腿更是吸睛。在该话剧中，胡歌饰演五号病人一角，他说，我想演话剧是我想离真正的演员近一点。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魅力和气度，不管在云端或者低谷，始终坚持初心，认真演戏。有网友评论道，演员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工匠，越是繁华喧嚣越需要一颗沉静的匠心，胡歌做到了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希望更多的演员都能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在修为，做一个永葆初心的演员。